肩感，手臂看起来比较纤细哦。那后面呢，完全就是小心机的一个小挖洞。妞儿呢，其实就是穿着一件一般的平口的小可爱而已，然后呢，做一个小扭结，布料感非常非常的舒服哦。放出来的话，侧边也有帮你做弧形，其实呢，它穿起来非常非常的时髦好看，而且认真看一下，我手打开，它是有做微腰身的、哦。这里呢，我觉得最修饰，你想要手臂瘦的衬衫，一定要买我们这件，它要帮你接这个胸线，超级瘦，这边也非常舒服。如果呢，你觉得哎想要来一点不一样，想露腰的感觉，你就可以把它绑起来。白色是最适合上班族的女孩可以戴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穿搭的话呢，它是比较正装式的穿法，就是前面把它这样顺下来不扎，然后后面就会小小的心机。如果你本身呢就是上班族上班的话，你白天可以穿外套，下班就把外套脱掉。